中国的武术最难学的是猴拳，因为它的运用身、手、足、眼、脑、心合一并用。猴拳也是我们中国最原始的拳击，可惜在清朝的末年已经失传了。本片中所有的招数是根据中国武术演绎中作为参考加以变化而成。 第二营，求见大将军。参见大将军。哼！叫你们去杀叛逆，就这么空着手回来见我？启禀大将军，属下已派人混进叛徒组织之中。 叛徒的首脑是谁，已经查明。哦，属下已经派人重重监视，插翅难飞，如何下手，请大将军示下。将逆贼全家，无论老幼，慢慢抄斩，以儆效尤。 请你大将军令捉拿逆贼，我们跟他们拼了！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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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立了一次大功，禀明了大将军，定有重赏。全仗两位大人栽培。大家，死就死，不必向他们求饶。 两位大人，请看，这个挺不错的。嗯，替我留下。是，把他带走。他还有一个大儿子不在这里，在哪里？说。我没有大儿子，谁说出来，免他一死。 全部押往大牢，漏网的下令通缉。看看吧，就是。去看看，看看那边啥事儿。 快放手，我有话跟你说嘛。有什么大不了的事？是不是我家里派人向你爹提亲了？你总是这样没正经的。你家里出事情了？我爹是大英雄，大人物，天塌下来由他顶着。不论出什么事，我可不必操心。今天一早，有好多官兵围住你家，又有好多人冲了进去。爹说。 这是满门抄斩！能去啊！ 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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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是什么人？你这个疯子！我不是疯子！你这个疯子！疯子！我非打死你不可！我不是疯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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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我不是疯子，我是铁。大人，这个人是疯子，一时看管不严，叫他溜了出来，冲撞了大人，真该死，请大人饶恕，请大人饶恕。 喝多了酒了，大叔。哎，是他。你一家老小全在牢里，明天就要砍头。这位老兄弟刚从牢里来。 我特地请他来对你说说牢里的情形。官兵知道你漏了网，到处抓你。你小兄弟怕死，想告诉官兵你在什么地方，就叫你爹亲手把他勒死了。你爹真是个英雄好汉，连你娘也是的。你们一家大小都是的。你兄弟小，不懂事，可是你。 找不到，他一定会想办法报仇的，他一定会的。
偷贡品的猴子，他不定什么时候来，在这儿空等，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？哎，别姓杰，你们全说是猴子。依我看呢，这半年来不断偷贡品的是人，不是猴子。哎，啊，人，什么人这么大胆，敢到少林寺来偷贡品？ 究竟是人呢，还是猴子？看你还往哪里跑！ 眼睛不见了！喂，不要走！喂，你不要走！我是少林寺俗家弟子，我姓方，叫方刚，我来找你绝无恶意的。喂，等一等，看这大半年来，你不在这寺中偷贡品。 还偷看我们练武！喂，不要走啊！如果你有心练武，为什么不恳求收入呢？喂，等一等，我知道寺中不轻易收弟子，不过我可以带去见大师。 能大师收录，那我们以后就是师兄弟了，不必见外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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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你到底是人呢还是猴子？小猴子，梁云啊，别乱说，要是大师答应收录，他就是我们的师兄弟了。师兄弟，他总该有个名字吧？我们怎么称呼啊？对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没有名字。
你该有个姓啊。我姓铁。啊？哎，看你这个样子倒挺像个猴子的，哎，就叫他铁猴子吧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哎，猴兄，去梳洗干净，换上衣服，到殿中见师傅，等候定夺，请。啊，我们进去吧。大师，此人身负奇仇，有志入寺习艺，不计任何困苦，恳求大师收录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从何处来？有何奇仇在身？弟子未有成就之前，不想辱没先父声名。这一年来，甘在山中为野人，也是为此，请大师原谅。善哉善哉，你入本寺之后，不但要勤习武功，且应多进佛法，望能消灭你心胸中那股冤杀之气。师兄，此子根骨齐家，习武必有大成，谁能说他不是练武的好材料？少林武学必能在他身上发扬光大。佛不渡无缘之人，你能入寺是佛家所云机缘，切莫等闲视之。你既然深入佛门，当有法号。师父，因为他最喜欢偷吃贡品了，长得又猴头猴脑的，就叫他铁猴子吧。师兄，佛门禁地，徒弟的法号怎么可以取用畜生的名字呢？佛门普度众生，天下生物入我门者，一视同仁。法号铁猴子。不能站在这里，第一位是大师哥站的。啊，嗯，哎哎哎，不能站这儿，后边后边。哎哎哎，站这儿的，后边后边。哎，后边后边。哎，这儿有个。哎，这儿有个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
陈氏在哪里学？哎，好嘞。为什么第一天就能打得招式不错？啊，弟子在近大半年来常偷进寺中，逆身殿顶偷窥，学了一些。嗯，你一个人打来看看。好。师兄，好，你才来一个月，这套拳法已有这样的造诣，真不错。师兄，别这么说，旁的师兄会不高兴的。哼，你放心，玄杯大师每月一次亲自指点武功，明早你就会知道，他会安排你排在哪里。我绝不在乎在前在后，只求自己的武艺有成就。你说的对，可是。四规也不可废。铁猴子，你还是不肯把自己的真姓名跟过去的事情告诉我们。师兄，你是我的大恩人，本来我不该瞒你，可是、不要紧，来，我们过几招练练。师兄，我可不敢。怎么，你怕我打伤你？来啊，对，好啊，好啊，弟子听经日子已久，求大师剃度。难道大师认为弟子不能皈依佛门？非也，你入寺之后，习武之勤，武功精进，全寺上下无人不知。但你目前六根未净，难为佛门弟子。据本座观察，从你眼神中隐现杀气，扪心自问，你能否抛却尘念？你能静心理禅吗？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待你心中肃杀之气一尽，再入佛门未迟。大师，我不明白。我知道你不明白的是什么。佛家首重因果。种善因得善果，种恶因得恶果。你身负其仇，必然有种恶因的人，自然该得恶果。多谢大师指点。Thank you.
可是觉得自己心胸中的杀气越来越甚，难以自制，是已有惭愧之感。听玄碑师弟说，这一年来你武功进步神速，果然不出本座当初所料。多谢大师栽培。水涨船高，你杀气也随着武功并进，越来越甚，也在本座意料之中。大师，求你剃度，我出家之后也许会有所改进。心如明镜，无牵无挂，方能皈依佛门。阿弥陀佛。铁猴子，别动！玄碑大师把你的位置越贴前，我们心中不服。你要是有真本领，拿点出来给我们看看。不要紧，师兄弟过招是常事，大家点到为止。不然，大伙儿会不服。停手！铁猴子，少林寺里只出英雄，没有狗熊，你为什么不还手？啊！还手！大师兄，他不愿动手，自有他的原因。哼！什么原因？是不是才来了一年就瞧不起我们了？认为我们不值得和他过招？这不是，玄苦大师说我心胸中充满杀气，我只怕一动手就难以克制。哎，听他这个话，倒像是他一动手我们都死在他手下似的，哎，是不是？哎，是不是？哎呦！自今日起，少林武功之中扎根基的功夫你们算是全都练成了，所以你们可以在少林七十二般绝艺之中各按本身天资自由选择，虽然不限数目，自度有能力者选上十般来练也可以，但是要记得贪多嚼不烂，还是少选一点的好。大师，我不怕嚼不烂，七十二般绝艺我全要练。那你这一辈子在少林寺就别出去了。少林寺还有一门拳艺，近百年来本寺只有一个人练成。敢问大师，那是什么拳呢？啊，少林猴拳，又名披挂拳。啊，猴拳，那当然应该让猴子去练了。大师，我愿意练。好，近百年来本寺练成猴拳的是悬空大师，悬空大师住在本寺东院，你这就去见他吧。是。
干什么？弟子奉玄苦大师之命，随大师学少林猴拳。玄苦师弟命你来，不是你自己愿意来。去吧。大师，是我自己愿意来的。真愿才好。弟子明知少林猴拳难练，而且不可兼练其他绝艺，但心甘情愿。好，猴拳变化繁复，只要练好了猴拳，一通百通，比练十种别的武功还好，只怕你练不成。弟子尽力而为。大师，都准备好了。这么一点苦我都受不了。
谢谢大师。本寺不受外来香火已久，施主请止步。我们可不是来烧香的，平逆大将军有宣谕在此。清兵入关以来，满不点员，汉不选妃，俗从僧不从，本寺上下与官府一向无干。列位施主，请回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平逆大将军要在寺中张贴告示，有事宣于寺中。本寺俗僧弟子大都在此，施主有事请说。大将军如今在习武人士中挑选武艺高强者作为将军的侍卫，这可是飞黄腾达的好机会。少林寺僧俗一向习武，唯恐埋没人才，大将军给尔等一个机会，不分僧俗，甘愿投效者一定量才录用。有意投效者在一月之内到大将军麾下军官报道。师兄，本寺弟子绝不会投效清廷，请不必担心。本寺自此多事，恐怕劫运将至。哎，铁猴子！哎，铁猴子！哎，猴子，这两三年你怎么连影子都不见呢？真跟猴子在一块儿啊？你可以骂我，但不可以骂悬空大师。啊？听说你练披挂拳，大有成绩，真替你高兴啊。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哎，你到哪里去啊？我们好久没有聚聚了，我有要事去见玄苦大师。哎，见大师干什么？不是想出寺去当清廷鹰犬的侍卫吧？哼！善哉善哉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愿我佛慈悲。大师，难道在弟子身上看出什么异样？你一身杀孽太重，今日杀气盛之，冲陷华盖，莫非你有离寺之意吗？弟子正准备作此请求。本座若是不准呢？弟子志在必行，硬闯少林寺也在所不惜。天意如此，在劫难免，你去吧。弟子此番若能了却心愿，定重返禅门，古佛青灯，永绝红尘。
铁猴子，什么事？金师兄跟众位师兄弟要找你问话呢。你早不走，迟不走，今天才来了清廷鹰犬，你就要走，是不是要投效清廷？说，玄苦大师已准我离去，各位师兄多问无益。我看你是想要投效清廷，那反正我们是敌人了，你想离开少林寺，没那么容易，我来教训教训他。有事慢慢说。去你的！嗨，嗨，好，嗨，嗨，嗨，就把家伙给我。师兄，哼，哎，师兄，这怎么办？哎，好，太好，太好，对，对，太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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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追了，全部是他的对手。你是什么人？大人，我是从少林寺出来，来投效大将军的。你是谁的门下？先从玄苦大师习武，后再从玄空大师学少林猴拳。怎么，其他的人都不来，单是你一个人来？人各有志，我自己投诚，旁人如何不得而知。你应该知道，投效以后要做什么事。只知道将军有令就勇往直前。凭你这么快就想直接听大将军的命令，你先在我帐下听差。是。哼，大将军，少林寺表面上不问世事，实际上和各地叛逆紧密联系，必然成为心腹大患。照你们看，少林寺僧俗弟子之中，一个也不会来投效大将军。少林寺敢明目张胆跟我作对。胡大人到。参见大将军。起来吧。是。启禀大将军，有一个少林寺弟子来投效。这个人叫什么名字？叫铁猴子。铁猴子，这个人怎么样？甚为恭敬，看不出有什么异态。照你们刚才所说的情形看来，少林寺中绝对没有人来投效，只怕其中有诈，要仔细观察。是，大将军明鉴万里，属下等万万不及。
凡是反叛我们的逆贼，格杀勿论，一个不留。忠心耿耿，属下已将他提升为重武士之首。铁猴子说，为感谢大将军的恩德，想叩见大将军。胡说！我是什么身份？怎么可以随便见这种人？是是。狄大人，在。我看他的武功还不错，把他调到我的帐下来，你看怎么样？这个。怎么？啊，八大人喜欢，尽管让他来听差遣。铁猴子，我已经请准大将军调你为本提督旗下千总，你可愿意？多谢提督大人栽培，标下欲向大将军叩谢，请提督大人带引。你要见大将军，没有这么容易。眼下有一件辣手的事情，听说少林子弟大举出寺协助逆贼，这几个人和寻常的武林高手不同，这个重担落在你的身上。是，你要念在系念同门之情，不肯下杀手，我也不会怪你。标下既已投效朝廷，只知道为朝廷出力。好，好。我不相信，我说什么也不相信，铁猴子会投效清廷。这几个月来到处扑杀反清志士的是他。哎，方师兄，我亲眼看见的，那还错得了吗？他升得可快着呢，升到千总了。哎，他穿起官服来前呼后拥的那种神气啊，和你把他从荒山野岭中带回来的时候啊，大不相同了。我不相信。哎，我亲眼看到他由提督府出来，那还错得了吗？我现在去找他。哎，他已做了清廷的鹰犬，哪里还会顾什么通门之情？你去不是送死吗？他要是真的做了鹰犬，我也绝不能饶他。参见八大人。铁大人的官职已在你之上。参见铁大人。大人，外面有人求见。什么人？少林弟子方刚。不见。是。慢着。方刚可是少林俗家弟子中排名第二的那个。是。难得他自己送上门来找死。铁大人，你看着办吧。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办吧。铁猴子，你不是人！方刚，这是官府，不容许你们撒野。Come on.
替你向大将军请赏。大将军有令，铁猴子重创少林弟子有功，赏夹击释放，容属下面谢大将军。别看你爬得快，想要做大将军的亲信，还要多杀点汉人才行。参见大将军。大少爷，你是大少爷。你认错人了。你是大少爷，我认得你。你现在做了满清的大官，就不记得老爷奶奶他们是怎么死的了吗？你忘了他是怎么？你啊啊啊！这一次一定要稳扎稳打，步步为营。只有这样才可以一网打尽。铁猴子，你立大功的机会来了。大将军已经决定剿灭少林寺，让我们率领大军前去征剿。这下子一定能把少林寺连根拔掉。你们回去好好的准备准备。是。还有，明天大将军准备召见你。学
吧。胡大人，五年之前，你是否曾冒充反清志士，打入他们的组织，然后再出卖他们？哼，这是我拿手好戏。不过这两三年我出了名，不能再干。怎么，你可是想学我？其中有一次，五年前，你带人去消灭了一个反清组织，将盟主一家满门抄斩。你可记得逃走的一人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就是那个逃走的人。本来我还要等下去，等到有机会见到大将军，而且还要见到皇帝。可是大将军要进剿少林寺，我不能再等下去了。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不懂，我要你的狗命。有什么秘密大事，非在这里讲不可？因为这件事，我只想你一个人听。什么事？胡恩死了。怎么死的？叫人打死的。谁？五年以前，一个满门抄斩逆贼的儿子。是有那么一回事。那个逆贼的儿子现在在哪里？就在你面前。你这个逆贼也想来送死？
我。八大人有令，练功时间不准任何人觐见。八大人，铁大人，这么晚了有什么事情？属下听说提督大人的大刀功夫是朝廷第一高手，属下只想开开眼界。哦，你也想开开眼界？是。好，你们先退下。是，走。谢八大人。铁大人，请选用兵器。是少林寺。人的时候怎么一个也不放过他们啊？
将军有令召见我。大将军已经等了你很久了。哼，将逆贼拿下。是什么人？汉人，铁猴子。哦，铁猴子。你不是已经投效朝廷了吗？投效是一种手段，杀你才是目的。
Thank you.